现在是市里要求不让出去，你什么买菜呀、啊、买什么东西就往那边不让出去。我你妈昨天买的几个鸡蛋，那是个鸡蛋吧？我给你搞了个鸡，我拿的钱我哪里好买菜？我这样现在你那里能懂吗？我现在明确告诉你，不让你出去，好吧？不让我出去。啊，不让你出去。你不让我出去，你还有哪个本事？那我就有，我今天我就先出去跳。好，我今天皮带你看吗？来来来，你今天干嘛？啊，跳！你把鸡走啊！跳，你跳我的手，你们都看得到啊！来来来，哎，都看得到。今天要怎么样？要抢要怎么样？来来，现在分手要什么？要怎么？你抓我的手啊！要怎么？抓我的手，你们都看得到啊！来来来，真的，来要怎么？先是不能吃，从来你把强制措施拿去，拿去啊！拿着包子啊！拿着包子，来来来，包子你来包啊！新闻不服啊？好，不服，从来你把强制措施是吧？啊！我不怕让他走去。你们要争吗？不就。你有本事啊！你有本事！什么东西？你有房？你有本事？你有房？你有房？啊！你有本事？你有房？你有房？啊！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，一样的。好，今天你服了。好，今天你站在这里，你可以把我的手反转着，转来转去。太早去好了好了你们打倒了